大家好啊，我是同行小组的钟仔啊。嚟紧咧，我会去缅甸嗰边咧探访当地嘅儿童啊。如果大家咧有旧嘅小朋友衣服咧，可以祝福俾佢哋咧，你哋可以喺14号当日带翻嚟复兴教会俾我噶。记住啊，只系得一日噶咋，14号啊。唔该晒大家。圣诞节个个都想在假期尽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疯狂地去玩，疯狂地去吃，疯狂地去 shopping 和开 party。 在这个日子，我们身为天父的仔仔女女，又会怎样为耶稣疯狂地去传福音呢？圣诞节是一个最好的时机，还有一个礼拜给你们去邀请身边未信主的朋友来12月24、25号晚上和下午的疯狂寻味完圣诞音乐剧报道会。用了8个月筹备，5个月彩排，好玩到震的音乐剧，希望你会找到属于圣诞的真正香味。2015年的教会月历已经开始派发了，记住每个家庭只是拿一份，请到办公室索取。今年2014年是圣灵更新的年代，教会需要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实践大使命。弟兄姊妹来啦，今天2:30我们一起来福音练兵街头报道。来紧这个星期六7点有 Come Away， 一起进入辛苦的爱情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